主要是考虑多米诺设备的一个性价比，那么第二个呢，就主要还是它的一个服务，那么第三个呢，它的响应速度非常快，我觉得是一个快捷的响应，高效的服务。这块的话，我认为直接收益上我们不能说什么，因为这是一个消耗品。那我认为从间接的收益上来看，应该是可以看到很多问题。生产设备体现的效益最主要是它的生产线效率，那么多米诺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话，能够保证我生产线的一个连续运行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我们从目前统计的情况来看的话，当然我们生产线上除了多米诺设备，伟迪的也有，尼玛斯的也有，目前来看的话，多米诺还是比较高的。最新的法规呢，实际上主要还是包括在食品饮料这一块的那个名称的一个命名，以及里面内部的所含的添加剂的一个要求上，就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看。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就是在一些产品的一些命名上可能需要进行调整，那么涉及到一个包材和那个包材的改变，那么还有一些那个产品成分的一个调整。我们认为的话，多米诺的回应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会切舍的不多，但我认为后续的话，包括在药品这一块，药品这一块实际上 GMP 的话要求是非常高的，特别是在跟踪和追溯这一块，那么食品饮料会不会达到这个要求，目前的话还不得而知。那么我们认为，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国内最大的一个饮料企业来看的话，我们也是想往这个方向去发展，那么多米诺在这个环节的话参与度就非常高了，特别是在那个喷码标识的那个追溯追踪上，防伪上，应该说大家在合作的余地会非常大。我们认为多米诺最好的地方还是在它的服务上，那么提到了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服务的问题，那么我们认为在国内的三大主流品牌当中，多米诺、伟迪杰和尼玛斯这三家比起来，设备我认为大致是相当的，那么从服务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认为多米诺服务在国内目前是最优秀的。设备运行稳定，售后服务很好。信赖，运行非常稳定，好用，稳定，好用，高效。